Hello， 各位观众，欢迎回来 LSPDFR。我们今天要骑着这个 CBR500R 的重型机车，在高速公路上面进行巡逻的任务了。也不一定会在高速公路啊，反正就是哪边有按键，哪边就有我们的身影，好不好？来，先骑一下这个警用特别版。那上次在热力追击那张，很多人都说很想看本田的机车嘛。那我今天找来的这个 500R 给你们看一下啊，它的仪表板啊是正常的，有木有？这个仪表板一正常，心情都愉悦了起来呢。那一定会有观众想问，哎，阿航，你怎么旁边的伙伴骑的车跟你不一样？开玩笑，主角就是要跟他们不一样啊，好不好？我们才是主角呢啊！来看一下这个灯怎么样？哎呀，这个机车的灯呢，我觉得它灯非常不错，位置都有对了，只是旁边伙伴的那个灯比较抢戏一点。看看这旁边这两根警灯，长到都可以当作是那个防导球了，有没有？超长一根哎！好啦，那我们今天就准备开始巡逻吧。哇，这个阳光真是太美丽了！伙伴机车挡到我了。好，来看看路上有没有什么随机的白点发生啊？伙伴就骑在我们的后面啊。哎呦，看到一辆白点在前方，过来，是这一辆车子是不是？好的，是这一辆汽车。来啊，就是你，来停到路肩去好不好？往前。好，我觉得差不多，让它停在这个地方好了，停得有点歪掉，不过没关系啊。好，伙伴在非常后面的位置，哎，你未免也站得太远了吧，这伙伴。没关系，我们还是先调查一下他的车牌怎么样哈，来看一下，这伙伴是哪招啦？真的不靠过来，就在后面远远的看着。好了，算了。Bosco， 来看一下这位 Bosco 先生，您为什么会亮白点呢？啊，您在他的手是怎样？单手开车是不是？等于拓海尼啊？好吧，那我们就打开选单看一下。好，我们确定一下这个是不是本人哈。OK， 是这一位 Bosco 先生。那我们稍微问他一下，你今天有没有喝酒？他说他当然没有喝。好吧，那我们就对他进行一些非常简单的测试就可以了，简单测试一下就好。来，好先生，先看一下有没有吸毒的反应。OK， 没有，非常好。那酒测的部分呢？奇怪，为什么会亮他白点？也没有喝酒，非常的良好。那么还是稍微简单的收他一下车子好了，来看一下他车子有没有办法收哈。伙伴在后面的声音非常吵，我真的听得不爽，好不好？伙伴，你看他已经让后面造成交通堵塞了，这个伙伴真的是走一波啊！车哇，他身上的东西其实也还好啦，也没有红色，都是一些黄色的标志物而已，好吧？那咱们就不扰民了，先生，你走吧，好不好？奇怪，不知道为什么会拦他下来，说不定他身上有什么危险的东西啊，但还是算了，就放他走吧。偶尔还是要放过一些民众的啊。看交通现在恢复顺畅哦，这个伙伴真的是。Kidnapping in progress 啊？啊？这个 kidnapping 啊，这个绑架犯就直接出现在我们的旁边。好，我们现在先过去啊，赶过去一下。是那一辆逆向的车吗 ？OK， 我觉得我伙伴会不会跟不上来啊？我的伙伴。好，跟不上来，这嫌犯，嘿嘿嘿嘿，你自己弹到路肩来了啊？啊，他弹到路肩来，然后你现在动弹不得了，笑死人了，太蠢了吧？这搞笑是不是？来哈，你给我下来，我第一次看到有嫌犯可以笨成这样子。来，哦呦，机关枪，他想袭警是不是？可以，哎，你们等着干嘛？你们是啊，这位先生想要把自己的车开回去。OK， 好，那我们这个案子就到这边好不好？他想要自己开车回去，非常好，省得我们浪费资源。OK， 下一个案子 ，Pursuit of an Army Suspect， 这个地方，我们就直接拐上去吧，来吧 ，CBR500R 的马力能不能轻松的翻山越岭翻过来了？嫌犯在前方那条小道路 ，OK， 我们阿航警官即刻加入追捕，我的伙伴已经不知道去哪里了。来好这个地方，哎，好好骑啊，这个一个骑不好，我们会瞬间跌到田里面的，我不想离田啊。在前方，哎，这个车怎么一个逆向？快追上来，哎，他开得好快哦，天哪！
来哈，我们的 500R 的排气量有没有办法啊？好像在 GTA 里面它的参数不够强的样子。牛大哥，别在路上乱走啊，差点给他撞上去。太爬警车现在在追到前面了，是不是？还没追到。哇，超快哎！那嫌犯超会跑。来来来，我们已经快要加入圈圈的追捕范围了。开启警用的无线电啊！我看看这嫌犯能跑哪里去，那就继续跑没关系。我看到好像是远方那辆吉普车辆，是不是速度超快？哦，太普哈的马力往上追，我们快追到了。可以可以可以，太普哈先开到他前面去了，没有，他开到他的侧翼，太普哈被击落，哇，因为他是有武器的嫌犯，尴尬了尴尬了。直接请求空中单位支援好了，请求空中单位支援。有了有了，带个请求追气单位支援。Back up call two， 感应错误。来哦来哦来哦，直接射他轮胎。上面是武装的嫌犯，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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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呜呜呜，还没有停下来，还没有停下来。他们还在尝试射击，哇，朝我开过来了！哇哇哇哇哇哇！我的血量，我的血量，我的血量非常母汤啊啊，非常母汤！哇，警车，天哪，直接倒地！再追上去，没事吧？那个警察，哇，那警察直接嗝屁了。前面的路障单位直接开枪啊！不要放过他们了。路障单位被击毙，我们看错。等一下，等一下，那个嫌犯车上嫌犯是射我，我就直接射车上的人了啊！下车，下车，下车！掏枪攻击，掏枪攻击，非常的凶猛的嫌犯，还有人吗？哇，这路障单位也死了一个警察在这边。OK， 我们活捉了一个人。来往前看一下，到底是有几个人啊？天哪，这佣兵也太狠了吧！好的，那等一下运输单位就会来载走这个人了，那我们就先离开现场吧，顺便把我们的伙伴给叫回来。OK， 现在接到了一个人质的状况，在市区那个地方，是不是？来，我们从这个地方急速的弯过去一下。这伙伴弯得过来吗？啊，伙伴先倒在安全岛上面，我们看错啊，算了，我们不要理伙伴啦，人质重要。天哪，这个 AI 伙伴在机车方面的表现，真的是好呆好呆的呢。算了，只好靠自己了。天哪，所以为什么我这么少拍骑机车的章节就是这样？常常要顾虑这个伙伴啊，录影必须要中断一下。不过这次我就不直接不理他了。哎，在哪里啊？在这边。过个弯，快要到了，就在前面。来哈，什么人质的情况在哪里？在哪边？在哪边？在加油站里面吗 ？OK， 我们现在到了。各位小姐，各位小姐。不要冲动，不要冲动，真的不要冲动哦！把枪放下哦哦，他叫我过去按 T 是不是？我们命令他丢掉武器，我们叫他丢掉武器，不然他会被击毙。他说他现在不会这么做啊、哦，非常的顽强。好，那我们 talk to the hostage， 我们跟人质讲话吗？先不要好了，我们先问他你们有什么需求 ？I want a car and I want no one follow me. I will let him go. OK， 他需要一台车子。好，那我们接受他的条件好了，我们会做的。哇哇哇，这是新的插件是不是？人质的情况怎么样？我现在问人质。No, I am. Don't talk to him. 哎呦，很凶，这大人好凶啊。那我们问他，你到底想要什么东西 ？I won't tell you anything. 什么都不讲。OK， 好，我们叫车子过来。Dispatch, can I get a vehicle over?Canfor, should it hold a tracker? 要要要，我们要装一个追踪器。Yes, OK, 我们装了一个追踪器，是不是？好，我们等下车子就要来了。他叫我们不要跟着他，但是不是啊，大姐，你人质要放开啊，大姐。黑屏了，黑屏了，现在在 loading。这么有趣的案件，不要当掉，拜托拜托拜托不要当掉，拜托。我第一次接到这种案件。Non più dry farfalloni amoroso.我现在坐在这边已经快十分钟了，他为什么还没有 loading 好？
赚了，下一个。接下来接到一个 stolen money truck， 来 ，don't lose it。OK， 好，来又来追气任务了。我觉得骑机车真的是非常适合进行追气。哎呦，哦呦，哦海放，这怎么回事？他海放我哎，哇，那个交通警察也太强了吧？他的摩托车是有特殊改装是不是？太快了吧哈！来路上车借我们过一下，哇，好快 ！CBR 500啊，输了。输给 GTA 原始的机车，太夸张了吧！兄弟，你开得很快啊，不是你骑得很快啊！来啊，卡普过弯啊！来啊！过弯我还是比较强一点，好不好？有没有办法？你看，我一个过弯就可以把它甩开来了。不好意思，哥的强项在于转弯啊！来了，到了。哎，要不停？停车！停车！哇！直接顶过来！哇！你这个敢撞我们这300,000的重机，你死定了！你，切换成枪支！哇！他朝碾过来！不要这样，好不好？快起来！气死人！快！来贴过去！哎，经过！你在干嘛啦？你在比什么啦？你在比枪吗？你在拿枪？你拿枪拿这么远，这样拿来，我教你。你们啊，射爆了，堵到了哈，来下来，哎，还是不停，哇、哦，哇、哦，这个高速冲撞，去了，这个死家伙，臭 NPC 还跑走，哇嘞，这太高速撞击了吧，不过还好互相没有掉很多，天哪，我的机车快烂掉了，哎，这个按键有没有这么难追啊？会不会太扯？爆一颗轮胎跑成这样子，不要再跑了，好不好？上面的学长叫他下来，快点，学长，我要叫您一声学长了，您真的是骑得太快了，学长，您被自己的摩托车卡住了，学长，你快点请他下来，学长，场面很尴尬，学长，这名女警都来支援了，学长，哇、哦，这名女警直接把他们拉下车，哇、哦，很凶，哇，超凶，好、哦，女警直接逮捕一波，水哦，可以哦，学长，你怎么不把人逮捕下来？你看，人家女生都比你厉害哦，这个放大一下，有没有放大？啊，没事 ，OK， 好，完整落幕 ，OK， 没有问题。我们来接今天最后一个案子 ，Bank Robbery， 这边发生了银行抢案啊！哇，我从南方一路飘到北方来，总算是接到我想接的案子了，来。过去看一下啊 ，Bank Robbery。他说我们第一个目标是要保护这些无辜的民众们，然后呢，哎，跳得有点快啊，因为我还要一边看路况，好不好？我只是想来看一下这仪表板而已。OK， 到，这里，来，我要先跟谁复命讲话一下，因为附近。东西有点多哈 ，Speak to the command officer. OK， 这位 ，Do not get too close to the building. 好，没有问题。哦，第一次接到这种抢案哈，来 ，Hey sir， 我们按 Y 跟他讲话，然后问他 ，We have a bank robbery gone very wrong. Your computer system will have a full background. 但是我这台机车上没有 computer。我们问他有多少的嫌犯。他说他没有确切的数据可以显示，那有多少的人质呢？他说他也非常不确定，但是至少有5位的人质在里面。那看一下 ，We don't have precise information yet， 连武器什么的都不太清楚，什么都不清楚。长官，你真的是长官吗？啊？那我们问他有没有跟嫌犯有一些接触了，然后他说嫌犯进行一些威胁性的举动啊。然后问他有没有一些监视器可以看的，他说有7个监视器可以看，是不是？他说我们现在有几个方式可以跟嫌犯来讲话，比如说像是打电话之类的。好，我们要他问他要不要先把那个弄断。We have a technology team get in the contract and come immediately。好，那 let's try the phone call， 是不是 ？Cell phone。来哈，先打电话给里面的嫌犯。他是要不要接啊？有点慢了、啊。
好像打不通呢，长官，这电话不太对呢，长官。没有人接电话是不是？这有点难过啊。我们看一下 CCTV 有没有办法看到。OK， 我们现在看到了，有一个、两个、三个，画面上看到至少四个嫌犯左右。哇 ，Camera Two。OK， 非常的紧张了，这情况非常的糟糕。后面金库没有任何的人。好，那我们再跟长官讲一下话。那我们试另外一种方式，打电话进去看看好了。好像是打里面的电话的样子，先看嫌犯会不会接通啊！这情况越来越紧张了，天哪！还是都没接，哎，这里面的嫌犯是怎样啊？都不想接电话就对了。哎呦，有，我们问他现在是在跟谁讲话啊 ？They are crazy. You have to do what they say. We will get shot. We are going to get you out of how many suspects are there? 问他有几个嫌犯？I'm not sure. I think 7 suspects. How many of you are being held there? I think there are 5 hostages. OK， 有五个人质要救出来。然后我们问他，我们有没有什么和平的解决方式 ？They want with our news to beat a load right up to the front of building. Make sure they use arrest. 好，我们答应他的要求。Please the call on hold and speak to the 这个橘色的点点。那我可以跟他讲话吗？哎，安安，记者先生 ，Hello， I'm doing my job. OK， 他这个就是。我们问他 ，The suspect want media coverage. Will you move in to the closer to the scene? 问他能不能再靠近一点现场。好，他现在进去，他们准备进去这里面拍摄了。OK， 现在记者已经走到前方了，那我们继续打开选单，然后回去那个地方。好，我们把这个现场转播权给他们，但是他们必须要缴交出这个人质。It seems like they are thinking about it, but don't get delayed getting the media right up there. 他叫我们尽快，是不是？然后我们现在再跟那个记者去讲一下话就对了。OK， 好，我们叫他 hold 着在线。Make sure to carry the spade. OK， 好，现在人质目前看起来是可以往前进了。OK， 人质有几位？一二三四五六位吗？来，出来，出来，出来。然后嫌犯也出来了。他们怎么这样子就出来了？他们就这样放弃抢劫了 ？What the hell？ 他们是想要表达他们的诉求吧？好了，各位，目前看起来这些银行抢匪已经全部出来，人质的情况也非常的安全。那这个案件呢，算是圆满的结束，没有发生到任何的武力冲突。那这个案件差不多就是这样子了哈。好，可以结束了，辛苦各位到场支援的特勤人员们了。好了，各位观众，那我们今天这个重击刑警就做到这边，希望你会喜欢这次影片，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期待我的 FB 粉丝专赞，更重要的是按下小铃铛。那么我们就在下一章的警察目录再见哦，大家拜拜。While you and me repeat this bittersweet heat is suffocating. I'm waiting and always hesitating. Kryptonite desires set my heart afire.